能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你笑了，哎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你说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。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走什么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。哎，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有什么事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睡陪君子了。